李嘉诚办公室挂了这样一幅字：“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；享下等福，择高处立，寻平处住，向宽处行。”下边我写一下，请朋友们给点个赞，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，谢谢大家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请朋友们点个关注，下一期我们再见，感谢大家观看。